感谢，哎，谢谢。有两个观众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感谢大伙儿的掌声，还有送的礼，谢谢。还有送的礼，其实挺过意不去，真的，说实话，您大伙儿买票来捧我们，挺不容易啊，还是您花钱还得给我买东西，真不合适，下回来千万别买东西了，别花钱，直接给钱，抢一朵。开个玩笑，刚才是那个王浩辰、周九林说的一段，挺好。张九林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刚来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张九林说了一段挺好，也很辛苦，到后面休息一下，换上来呢，继续给您表演。哎，其实这个相声啊，说简单嘛，简单；说难也挺难的。那难在哪儿啊？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哎，哪门弄精了都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。简单吗？也简单。怎么简单？就是演员上来跟大伙聊聊天儿，这么一种方式。哎，您看现在是这个五一劳动节，小长假。哎，大伙放假来听听相声，挺好。哎，有的朋友呢，可能还是外地的朋友，哎，来旅游，哎，来旅游的。其实我得劝劝大伙儿，尤其这个，别看现在天儿啊暖和，但是这个早晚啊还是有温差。对，一早一晚有点凉，是吧？尤其你说来旅游的朋友啊，您来了，来到北京了，得看升旗去吧？对，是不是？早上起来还是得多穿点。对，因为早起确实是还是有这么点凉。大伙别跟我一样，我就不注意。您怎么？所以最近有一点这个小感冒，注意身体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昨天晚上凌晨12点。哎，我穿着很简单的衣服啊，在三环上跑，啊，夜里是做什么运动？做什么运动？三环上跑什么的？不是你这事儿，他不怨我。怎么了？谁知道她老公回来这么早？好，要是破案了似的。确实有点替我难受，我够，我还是还弄出来点。行，哎，行行，哎。孩子，我出去跑去，你怎么还不愿意了呢？不是你问你呢，你这大夜里三环上跑什么呢？就是我哪知道她老公回来这么早啊？就破案了呗，当时就啊。其实后来我自个儿一琢磨，挺不合适。怎么呢？为什么我感冒了呢？遭报了。妈妈，人这属于现世报，是吧？我回来我也谴责我自己，不应该这么干，道德上不对。您说，真让人家老公知道了，还怎么跟我合作给您说相声？说挺热闹，我们家事儿。你说好了吗？聊天吗？没那么聊的，聊点实话。怎么了？这瞎话这是？怎么就实话呀？不要瞎话，就聊点实话。你像现在朋友好朋友来了买票是吧？前排尤其前排，前排多少钱一张？150。150。500，孩子你被坑了吧？下回别找黄牛知道吗？啊，大麦什么都要抢去啊，练手速。练手速。啊？怎么着？我上来真聊天来了呗啊？卡这一人一句的。不错。我说哪儿了？你说那是售后服务。这150，要孩子收500，可能买黄牛票。其实这事儿也怨不着我们，真的我们也不怨。其实你过去票价多便宜啊，是吧？20-30的，您听场相声，现在都得100、150、200，对，这其实真不怨我们。你说现在这个社会，光是我们涨价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涨价，什么都贵，通货膨胀。还是小时候好。你看我们的小时候啊。拿着10块钱去超市啊，买2袋干脆面，2听可乐，4个小面包，还有一大堆的小玩具。是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呢？超市装监控了。啊。你做不到以前什么？以前什么样啊？您拿多少钱？10块钱，您哪花不花呀？我也得摆设呢，您这道具啊，这是得花呀。
哎，就是聊聊天，说点实话。嗯，其实你看这个相声演员啊，每天跟这个舞台上啊，逗大伙笑。嗯，其实不是，我们不是没有烦心事儿。人嘛，真的，我们也都有烦心事儿，谁都没有。对，人没有不烦恼的时候，是多多少少都得有点。哎，那我最近我特别烦什么呀？嗯，你看我干我们这行啊，啊，有的老观众可能知道。尤其刚五一这个假期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天是四场演出，不少呢，很累。对，确实很累。你说一场你最少了吧，你跟台上也得二三十分钟吧，得了，是不是？您坐那儿喝着茶水嗑着瓜子，我们不行啊，我们一人得叨叨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跟台上我们也嗑瓜子喝茶水，你买票看我们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挣的就是这钱呢。哎，所以说很累。晚上回家呢，早上起来不愿意早起，嗯，多睡会儿，因为我们这散场就几点了，十一点，嗯，到家是吧？北京地儿也大，我们到了家就得十一点半，将近十二点，洗吧洗吧，吃口东西是吧？就得凌晨一点了，早上起来不愿早起，嗯，我媳妇儿不行，哦，她起得早，是早上起来六点就醒了，真早，跟旁边叫我，哎，起来吧啊，起来吧，呵，一听这话，我这会儿腾我就上来了。我想起起，我不想起不起。哦，你叫我起我就起，我起，我起，我起你奶奶个孙子！讨厌不？明天等会儿，明天等会儿。我几点回来？明天等会儿，明天。我恨你，骂谁呢？我给你放心，别听孩子，别听孩子，骂我媳妇儿。最后这脏话为什么冲着我说？巧了，巧了，巧了。哎，你说我起不起？愿睡睡，不愿睡起。我媳妇儿说了，愿睡睡，不愿睡起。这谁说的呀？我媳妇儿啊，我们俩说的一样。巧，无巧不成书嘛。我一琢磨，都醒了，别赖着了，起吧。哎，穿好了衣服，刚坐在那儿，端过一杯茶来。哎，喝口茶吧，喝口茶吧。一听这话啊，我这会儿腾我就上来了。我想喝喝。我不想喝不喝，哦，你叫我喝我就喝，我喝，我喝，我喝你奶奶个孙子！骂谁呢这事儿？骂我媳妇儿。这唾沫星子可在我脸上了。巧了，那么巧，你说我喝不喝？愿喝喝，不愿喝喝的。我媳妇说了，愿喝喝，不愿喝喝的。巧了，这是一个有觉悟的人，是吧？哎呀，怎么弄？我这喝口茶吧，刚放这儿，拿过一根烟来，抽颗烟吧，抽颗烟吧。一听这话呀，我这会儿腾我就上来，我想抽抽，哎，我不想抽不抽。哦，你叫我抽我就抽，我抽。我抽，我抽你奶奶孙子！我来一句吧，行吧，我这五百块钱给你宣泄了，怎么样？啊，行了，一百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想听骂街的？哎，你说我抽不抽？抽还是要烟要壶，我抽根儿。要不我不抽了，该着气
我媳妇站一边不理我了，我怎么着？你就告诉我抽还是不抽？我告诉你啊，别再整你媳妇儿啊，再有我会打你，保证没有。你抽两口。我媳妇儿没说话，她也怕打。我儿子过来了，爸，你抽两口。占、哎、便宜。就是跟您开个玩笑，没跟你逗。开这个玩笑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告诉您啊，我这个人啊，特别喜欢研究生活。哦。因为大伙都知道，相声演员的这个笑料，我们叫包袱，是吧？都是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这话没错吧？是。你看啊，我最近特别喜欢了解这个夫妻之间的事儿。这有什么可研究的？有意思。你研究感觉这里面特别的好玩，是吗？你看啊，我在研究什么呀？怕媳妇儿的问题。哦，研究这个。通过我的研究啊，我总结了，有五大怕。哪五种呢？有这个模样怕，岁数怕，金钱怕，地位怕和短处怕，五种。说的太笼统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也听不明白。你摘一个细点说说。啊，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就是跟这个五大怕当中啊，摘一个最经典的。对，哎，那得说是最后一个。哪个呀？短处怕。什么意思呢？想知道吗？咱这样似的，我呀拿你打个比方，举个例子，哎，咱呢叫大家伙呢看得更明白，可以，哎，深度的分析一下，哎，好吧，咱比如说啊，你结婚以前，我结婚之前，你结婚以前啊，你是一个锡纸烫，这家的，你媳妇儿大波浪，呵，你俩怎么凑合的呀？什么比喻？换一个比喻，你结婚以前，你当过流氓，对了，谁当过流氓呢？公交上啊，地铁上啊，耍流氓去？谁耍的？没有的事儿。再说你举例子，你拿你自己来，啊，你拿你自己举例，你来这流氓，我来不了流氓，你干嘛来不了？就我不像，我也不像。不是，咱这样似的啊，笼统一点啊，就是结婚以前有短儿在人手里，短处怕。好，这就是您研究的。我研究的。通过你的研究啊，这五大怕，我送你四个大字：构思巧妙，胡说八道。哎，怎么聊好好的，怎么了？吃饱了撑的研究者啊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这么说，夫妻之间，两口子没有说谁怕谁，我认为那都是真正的爱。后台这些演员我不说，我就说我跟我媳妇那恩爱劲儿，我们邻居都送外号了，什么外号？管我们叫鸳鸯。叫什么您呢？鸳鸯。野的。不是，您说的都是大道理，对吧？您的家庭情况我也知道，这大伙一块都能看得出来。王善英小伙子长得多漂亮，一般，多精神，一般，弄一个火龙果的发型，像这么多毛毛，我现在已经是蒲公英了。那我得吹你啊！行行，这嘴里都是卤煮味儿，你算了吧，你说你别诬陷我啊！明明晚上吃的是炒肝儿。那行了，都不怎么样，是吧？你对我晚上吃的是什么？谁问您事儿？就甭吹我就得了。你不是蒲公英吗？行，这山行了，甭管我这脑袋。小伙子长得也漂亮，特别像一个韩国的明星。哪个呀？叫什么来着？头几年特别火，头几年特别火，叫那个钱烈贤。演什么的？来自星星的你。哦，那主角叫钱烈贤，你看错了吧？你看的那可能是来自膀胱的你。那钱烈贤吗？你甭比喻了，行吗？甭比喻了，我就中国人，我挺好的。对，挺好，就啊，对，就是小伙子长得漂亮。您捧了，谢谢。是不是？我这也是遗传，遗传，遗传。哦，不能自己个儿长得漂亮。对，这主要是。得感谢我的母亲，哎，感谢我妈，谁答应你？
伯母，伯母还挺年轻的。别往年轻，小伙子也挺客气哈、啊，还感谢他的妈妈。对，啊，这当然了，也得感谢我的爸爸。不客气。您答应？刚才谁答应了来着？没答应。你甭占便宜，就是长得漂亮。不光她长得漂亮，我那嫂子，长得也特好看。大高个儿，个儿高，个儿特别的高。对，净身高，不穿衣服啊，1.75米。不是，这是穿衣服耽误他什么事儿呢？我不说了吗？净身高，净身高有衣服呀，净那脱了鞋呢，那叫净身高。嫂子光脱鞋，你没劲吧？啊，哎，反正就是个儿高，1.75米大高个儿，哎，腿也长，对，1.7米的大长腿。我娶个洋娃，没有娶洋娃。废话，有这么夸人的吗？哎，就长得特别好，长得特别高，腰啊特别的细，哎，身材特别的好，是 A4 的腰。A4，哎 ，A4 的腰，什么叫 A4 的腰？拿一张 A4 的纸，正好把脸挡上。那是 A4 的脸呢，腰细。你媳妇是海绵宝宝，就是长得漂亮，长得漂亮，你也长得也精神，所以两个人没什么矛盾，没什么。是吧、我们不一样，肯定比不了啊。您怎么？我们家有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怕的问题啊。谁怕谁呢？我怕我媳妇儿。您也怕？哎，叫你说我是哪种怕？你是母眼怕。你长眼了。哪叫母眼怕？金钱怕。我这不灵不灵的。金钱怕。不对。地位怕。不对。短头发。不对。那你乐什么呀？跟你这么说啊，这五种怕我全不是、我是单的一种怕。哪个呀？遗传怕。什么意思？不明白呀、不懂吗？我跟你说说啊、就是我爷爷怕我奶奶、我爸呢怕我妈、我怕我媳妇儿，所以你怕你爱人。一代一代往下传，一传传了好多年。你要这么说呀，你爷爷怕都我传下去的。可不是，占便宜谁不会？咱俩往这一站，你看四世同堂。什么玩意儿？四世同堂？这事儿他不能怨我，怨我。遗传上有一些问题，怨得着你吗？顺嘴答应儿，顺嘴答应儿。怨我媳妇儿？怎么怨人家呢？哎呦，我媳妇这人啊，你可不知道。特别的事儿，是吗？哎呦，太事儿了！哦，这不头些日子，赶上我歇班，早上起来啊，一通忙活，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，我可就没闲着。哦，您再看他倚着沙发看着电视，老是看不完了吗？嘴里瞎叨叨，什么张家长子李家短，三个蛤蟆五只眼，谁家孩子屁股长块拳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叨叨你心烦吗？好不容易吃饭了啊，我给盛饭，我给盛菜，我给端汤。哎呦，一看今儿心情不错啊，赶紧上点正事儿，有事儿赶紧说。花儿，花儿，你等会儿，小花花，行，干嘛呢？这叫我媳妇儿，你媳妇姓花？不姓花，姓什么呀？姓爆，叫蜜花，爆米花，爆米花，连连起来念啊。那不错，你媳妇儿小名我还知道。什么呀？就蹦。我跟他很小呀。咱瞎点起外号就好。我什么时候起的？我媳妇儿叫蜜花，蜜花，米花吧？你对，你还是你那对，因为我说这个普通话，爆米花没有这个，以你这叫爆蜜花。再一拉长音，爆米花蹦这个。啊，你这来啊，你这来。不给你聊，不给你聊，累了啊。花，吃点。
给上点事儿。你看这不那个我们一队有个演员打算结婚了，咱俩商量商量着给多少钱合适呢？哎，两句话说完了，一吃饭多好啊，是火了。嗯，饭也不吃了，跟我喊上了。怎么喊上了？我媳妇还是天津人，我说话有口音。我告诉你说啊，本命年，不，本命年，本命年，我告诉你啊，您等会儿就哎，你别等我，你前面这我就听懂了，这本命年什么意思啊？我外号怎么叫这个外号？有原因啊。我跟我媳妇儿结婚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就是她的衣服我的衣服啊，就都得我洗。哦，我洗无所谓，是咱是大小伙子，咱有的是力气，能多干点多干点。对，可我媳妇这人啊，你可不知道怎么了，就她呀，你就喜欢穿那个红色的内衣内裤。哈哈，这事儿我倒知道。哎，她知道。不花了吧，别误会啊，不是他穿着时候看的。不是，你别往歪处想，就是上回找你排练你晾衣服时候我看见的，你就信这个吧。晾衣服啊，那天洗完衣服跟院里晾着呢，邻居俩坏小子看见了，拿我开玩笑。是吗？哟大哥，嫂子裤衩都敢洗呀、啊？哎，我什么你嫂子呀？我的，别闹别闹啊，咱不玩笑啊。大小伙子，您穿红裤衩啊？我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他红的我的，那不是有原因吗？他为什么红的？他那他，这不我本命年吗？哦，本年不穿什么穿什么，对不对呀？哎，一年两年，年年本命年，人送外号本命年，就这么来的。我告诉你说啊，本命年又来了，别趁他不来的高兴跟我提钱。哦，要钱没有？嚯，抢去！宝贝儿真能出乌龟。我明白，我懂啊，这叫什么呀？念坏损呐、有点诚心气我。行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怒从心边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他脸从那边，脚底一使劲儿，咣踹上我，跪下。跪下呀？我有毛病啊！一生气，俩腿发软。行了行了，你那不是气的，你那是吓的。那你甭管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参，海参到底虾仁贵。你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卖海鲜了人家。这意思我都跪下了，你过来扶我一把，一吃饭多好呢。他倒好，扭脸出去了。该对、他出去了，出去吧，我跪着呢。跪着，你底下那两节都多余长。跪着挺好。我起来干嘛？起来起来，不行了。好了，我爸爸进来了，老爷子一进屋就火了，急了。哟，小宝贝儿又练功了哈？你老跪着吗？说你点什么好啊？明白点吧。一呀没能耐，是二没钱。对，有能耐造个原子弹他敢，不至于。有钱离了他那找好的。对，又没能耐又没钱，都给人跪下了。哎，200块钱要出来，我替你喊喊。你看，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不就200吗？我给了，谢谢吧。先甭谢。干嘛呀？我向你妈妈请示请示。哎呀，